大家好，6月21号，2021年周一上午10点26分啊，这个有一篇文章写的挺好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刚才这篇文章我整个通读了一遍啊，这篇文章叫做《郑黄旗大妈冒号千古草民帝王梦》，千古草民帝王梦啊。是这么说的啊，为啥越是底层的民众，越喜欢把人分个三六九等呢？本来啊，今天想歇歇，但想起前两天有个新闻，我要再不吐槽就成旧闻了，那就说说吧。前两天，一位坐公交车的北京大妈的视频突然火了，据说是因为嫌乘客给她让座不及时，大妈对着这位疑似外地人破口大骂，她自称是正宗北京人，大清整黄旗啊，不是正黄旗，整黄旗后裔。眉间啊，眉间有通天纹，是吧？云云啊，视频估计大家都看了。从啊没看过的可以欣赏这位大清贵族后裔骂人的英姿，从北京户籍制度聊到退休金制度，再到通天纹的帝王相。大妈在此次骂战中旁征博引，旁征博引，纵观古今，应该叫纵论古今啊！这个知识学的可真够杂的。我看了以后是豁然开朗。正黄旗后裔，满清勋贵，莫非大妈您就是郭德纲老爷子说的八大铁帽子王之第九位？大清绿帽子王、满洲正黑旗、爱新觉罗匡的后裔，是的话也好，启禀格格，我大清已经亡了好多年了，您刚刚已经穿越到了人人平等的共和国，啊，人人平等吗？共和国也不平等，现在跟大清有什么区别吗？我看区别不大啊。当然，人家这么写啊，咱们尊重啊。现在末代皇帝溥仪回故宫，还得遵守公民准则，排队买票呢。中国也没公民啊，是吧？我们尊重这位朋友啊。圣公垂泽，您得跟皇上多学着点儿。玩笑归玩笑，大妈这段怒骂，其实让我想起来一些事儿，挨个说说吧。我们通常总认为啊，越是混得不如意的人，应该越反对阶层分化和随之带来的歧视，但事实恰恰相反，底层民众中有些人真的爱死了阶层分化和歧视精细化了，他们就指着这个活。我去年做节目我就说过，越是在北京啊，北京本地人当中混得吃不上喝不上的，越老强调自己北京人，啊，说谁是南蛮子，谁是外地人，真的。那我那同学那个街坊，越是真的是穷困潦倒的，甚至连个工作都没有，然后住房什么什么都没有的，老强调自己是北京人，瞧不起外地人，真的。虽然视频很短，但我们不难看出，这位正黄旗大妈其实混的没啥贵族的范儿，要不然也不会跟咱草民一起挤公交车，把每个月大几千的退休金拿出来吹牛。可这样说来，同属底层人民，大妈应该跟咱穷苦人是一家亲呀。是吧？天下穷苦人是一家呀！那共产党当年发动老百姓起来
造反、分地主富农的地啊、房产、福财，不就是这么忽悠的吗？不就是这么鼓动起来的吗？对吧？凭啥还要摆着范儿欺负人呢？这你就不懂了。其实鄙视链，鄙视链啊，也可以说叫歧视链啊。鄙视链精细化，自古以来就一直是一种底层民众自我麻醉的精神鸦片啊，应该说是中国人民吧，中国底层民众啊，外国是不是这样我不清楚啊，哪位清楚外国给我说说啊，谢谢了。鲁迅先生有一段点评的非常透彻啊，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治愈着，治愈啊，制衡的治，愈，驾驭的愈啊，治愈着，不是那个有了病治愈了啊，一层一层的治愈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有些人就这么活一辈子啊，靠着一点小小的虚幻的优越感，能够踩乎踩乎别人，欺负欺负别人，其实自己活的也不像个人样，什么权利都没有，是吧？因为躺一动弹，躺若的躺啊，躺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哎，有些人就一辈子就这么混了啊，就维持现状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吧。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是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臣在这当动词讲啊，臣服的臣，故臣服或者臣属啊，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父，辅辅成文的辅啊，是臣辅，辅臣与，与臣利，利臣僚啊，僚臣仆，仆臣台，台湾的台啊。这段话来自《左传》昭公七年，但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吗？无需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啊，欺负自己的老婆孩子啊，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生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和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啊，这段来自鲁迅的《灯下漫笔》。我总疑心这一段认识就是鲁迅写《阿 Q 正传》的起笔动机。是的，对于阶层分化的问题，通常我们总以为越是中下层的民众越应该痛恨之，但其实可能恰恰相反，如鲁迅先生所言，在阶层越分化的社会里，有一部分中下层的人反而无比热切地希望把阶层和鄙视链再细化一些，明确一点，因为唯有如此，他们才好在这个体系里找到一点比自己更低阶的存在，从这些人的身上找到卑微的优越感，获得活下去的动力。你看视频里那位大妈，她始终强调自己是北京人，因为这个身份是她唯一能拿来一夸的地方了。所以你也要理解她，不说这个她能说啥呢？是吧？你说那就不能啥都不说吗？就当两个平等的人平等相待吗？那不行，明次序，别尊卑，
对这帮思想停留在整黄旗时代的人来说，是人与人交往必备的前提，是吧？这个东西，不过我觉得不是底层老百姓发明的，是权贵，是上层。你看中国现在分吧，分把这干部就分成多少级？你到外国，外国人听得懂吗？外国人听不懂，是吧？所以中国好多老外觉得中国好，他不明白中国的事儿。中国就有正国级、副国级、正部级、正省级、正军级啊，省军级啊，然后是副部、副省、副军，然后下边地师级。地级市和师级干部，军队的是吧？然后和厅局级，然后下边什么县处级，是吧？然后什么这个乡科级，下边还有什么股级，是吧？中国就是这样吗？哎，所以这社会黑暗不黑暗，是吧？平等吗？大家想想。